呢，最大的需求就是加装电梯，这个方向我们是会继续走的。Hello everyone, I'm Doki from Serbia, and right now I'm at the Panjshir community in Jihua sub-district, Liwan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As a renewed metropolis with over 2,000 years of history, Guangzhou has many such old neighborhoods, and now the old neighborhood is radiating a brand new vitality. Today I'm here to meet the local community director, Ou Yeming. She is also a deputy 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ere she brings the most authentic voices from the local community to the national conferences. 朱书记，你在社区工作了很久了，有什么感想吗？我在工作真的很久了，已经25年了。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很重要。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很自豪。那我们盘丘社区呢，是一个老城区，我们这里地方是0.089平方公里，地方虽小，我们这里的常住人口大概是差不多4000人，然后我们有差不多到1/3的是60岁以上的一个老人。居民的最大的需求就是加装电梯，目前我们是装了20台电梯。然后还有2台在建的过程中，还有1台呢，我们是在规划之中，所以这个方向我们是会继续走的。还有我们加装不了电梯的，加装扶手，因为我们这里的大楼的年代比较悠远，因为历史他们一个硬件的原因加不了电梯，我就在楼道加装扶手，所以他们说现在有电梯的，有扶手了，他们更愿意下楼来聊聊天，或者去买买菜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很点赞。那其实人大代表呢，因为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其实人大代表工作跟我的本职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每天都在履职，都是5个字，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也喜欢会在我们社区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那很多呢，你跟他们在聊的过程中啊，很多一些思路或者一些很好的一些意见建议，你是可以收集到的。然后你也看到，看我们在这里的饭堂，你看我们这里有每日的菜单，好像今天是周三，今天周三是吃什么呢？就青瓜炒肉片，还有个卤水鸡腿，还有个木瓜汤。那这里的价格很亲民的，然后我们是比如说一些孤寡的老人家那些呢，我们是只需要或者是特定人群只需要9块钱，9块钱就有肉有菜。我们投出的每一票都是很神圣的，然后在投票前呢，相关的负责人呢会对做相关的一些议案会做很深入的一个阐述跟解释，然后我们是通过充分的一个学习，充分的一个深思熟虑之后才投出我们自己的一票。今年两会马上要开了，您今年去了什么建议？那今年呢，我会带一些相关的建议带到两会上面，比如说特别重点关注养老服务，还有一些老城市新活力的老城区的老旧物业提质增效，还有我们一个老旧小区的一个后续维护的管理的一个建议。那人大代表其实最大的作用就是做好我这桥梁纽带作用，然后我会把我们最基层的，我们的老百姓的最基层的一个呼声，一个声音带到我们两会上面，也会把两会上面的一些好的政策或者一些带到我们老百姓身边去宣讲。